哎，写给我的兄弟，啊。兄弟，哎，如今过得怎么样？是否和从前内心滚烫？你还坚持你所谓的梦想吗？送给你的钢笔还在你的身上吗？我要谢谢你曾经替我挨骂，虽然我们的成绩是真的差，离开了教室，扔掉了报纸，穿上黑色的大衣，黑色的帽子，我们去看电影，直接翘掉晚自习，干了不少坏事，但是哥们懒得提，打着哈欠一直等到周末，从不学习，没有任何收获，没有任何收获。兄弟如今过得怎么样？是否和从前内心滚烫？你还坚持着所谓的梦想吗？送你的钢笔还在你的身上吗？有空聚聚，不然我们就老了。有空聚聚，不然我们就老了。